白天没时间。不理叔叔，怎么会呢？怎么会呢？白天也会去吗？白天干啥没时间？啊啊！我说了，耿耿在挑战你啊。为什么？我觉得没有啊，他没有挑战我呀。白天啥事不干，就来跟情人说一句节日快乐。情人节快乐，情人节快乐。你们没有撞脸？没有啊，没有撞脸。谢谢南墙晚风哥，谢谢。挑战的过不？你猜，你猜。欢迎 CX， 欢迎。你有白虎背包吗？白虎背包是什么东西？喜欢了，还是跟耿耿差一点，差哪一点？谢谢用户哥9563，谢谢。